跟林志玲合作，那最近他刚好传出结婚的消息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林志玲结婚了。谁不知道林志玲姐？恭喜他！洪志强，大哥只要一个眼神，我告诉你，错了一蛋，错了一蛋，这也是香港最经典的一种电影派系哦，黑社会。谢谢大哥重现，谢谢谢谢。但是大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在戏里面有没有习惯，就是吃那个榴莲？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觉得仿佛闻到那个味道，因为你们还用手抓，你真心爱榴莲吗？对不对？你还闻到吗？你刚尿尿有洗手吗？你戏里面的味道怎么可能留到现在了？但是拍的时候应该很恐怖，对不对？一直吃。没有，其实我是不抗拒榴莲的，但问题是拍那场戏的时候，我拍了我吃了大概有三个箱子的榴莲，一直重来啊！每一个箱子有大概六个榴莲，这么多，每一颗榴莲里头有五到六块榴莲籽，对，一块。所以的，你给我算一下，我不算数。我也没那么数学，没那么好。但是我真的吃了三箱的榴莲。天哪！我拍完那场戏以后，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怪物一样。是。身上有味道。是那样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天我回家啊，我老婆跟我分房。哈里哟，好，这里有很多开心。这个是干嘛？好，音乐先等一下，音乐先等一下，我们让他解释一下。这个是菜头。这在台湾那里叫菜头，对，就是彩头的意思。偷菜头，偷菜头。啊，菜头。偷菜头啦。才好好猜中，偷猜桃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你猜猜看。这个是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这凤梨啊。对，凤梨。凤梨的原因是什么？好，旺来的意思。对，翁来。翁来的意思。对，还好不是榴莲。真的。刚刚讲跟台湾的艺人合作啊，先前跟林志玲合作，那最近他刚好传出结婚的消息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林志玲结婚了。谁不知道林志玲姐？恭喜她之类的。没有，我们都在心中，默默的祝福她新婚快乐，希望她没有了，老前辈都是这样子啊，希望赶快生子。